这盘菜放的太远了，少主示意我给侧夫人端过来。不，我不吃肉，给宋武吃吧。嗯，宋姑娘，请慢用。你下毒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平时自己一人就能吃一盘，今天却要给我吃，凭什么？我减重。减重？你又不胖。哪儿不胖？我衣服都紧了。 今天吃那么多衣服能不紧吧？那这些就都给我了，你就吃你的菜叶子吧。来，读读看。盖饱中饥，饥中饱，饱则伤肺，饥则伤气。人该吃就要吃，食不能过饱，也不能过饥。这佳节节制吃个七八分饱就养生，但若是饿肚子，就是伤身了。我是。 季川的火瓢牛肉，我让刘宝全学着做的，虽然味道不如家里面，但也还可以。这衣服小了是衣服的错，该吃就吃。有道理，吃饱才会去减重。嗯。